靠，没有啊，我跑游戏的是啥？在工厂的能源区已经搁置了很久，终于可以动工。不晓得今天盖不盖得完，因为感觉应该会蛮花时间的。先来盖这个，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些东西，这些是我今天整理的。这个地方是焦炭炉，它是可以用来烧焦炭，或者是烧出木炭。那它烧焦炭的成品，我可以放那个箱子里面用，然后或者是把它记录这个。固体燃烧室，它是用来做蒸烧蒸汽的，那它就可以用它这边烧出来的燃料烧蒸汽。这两个火把处则是预定要放发电机跟动能，蒸汽产生动能的，然后还有动能转成电力的两台机器来产生电。这前面两个木头，这个跟这个。是储电箱，可以让，可以让来工厂的人充身上电器用品。还有这下面两个，我打算放两个充电踏板，那站上去就可以充电。再来这个是水塔，这个水塔是要给这边锅炉用的蒸汽。那我们一台一台来完成。首先是焦炭炉方块，焦炭炉方块它是总共底层九个，第二层八个，第三层九个的方块，三层三层三，中间留空。啊，对，收集的红色引擎是开着的。是哦，那你有把它关掉吗？然后它的合成表是沙子和砖头，那材料已经在这里了。沙子嘞？要不要放我家吧？我不是都放好了吗？果然每次都会这样，漏拿东西。以前在学。
在做实验的时候也是，每次都没有拿东西，又要跑回去拿。没关系啊，出不去。可是他的红色引擎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已经做了九个了，再需要八加九，十七个。十七，哎，为什么我的砖头怎么会不够？之前收集的嘞，之前还多烧了40个哎，飞去哪？知道偷东西了。砖头。336，投一些出来。最好还有跟我一起玩的人说要放青铜装备跟火把给他，那就不见了。装备。放给他，然后我们继续去看。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伺服器都会遗失东西，我觉得很神秘。他家前面的风箱，他要养蜂哦。对嘛，应该这样才刚好啊，怎么少一组？然后这样，第二个是围圈中间留空。最上面是整个盖起来，这样焦炭炉就出现了。它如果有出现这个
这个方块代表成功，它就可以看到里面。再来，我其实没有很确定它到底能不能接收漏斗给东西，因为我这个位置是要放漏斗，希望可以。那我本身就有放一些原木在这边，这就是要用来做测试的。身上怎么蛋这么多啊？有，它进去了，很顺利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第一部分非常顺利成功。再来是它的成品。它的成品我希望留到这旁边做保存。哎，它烧好慢哦。这样会大乱，我们可能需要石头的。我没有这么多石头，我去烧石头。我们可以先看它有流出来就 OK 了。炉子会产生岩浆，炉子不会产生岩浆，为什么会产生岩浆？它的产物是……我等一下过去解释。我没有给它裤子吗？好哦。我先烧一下石头。这么快啊！哎，我的红砖头又跑出来了，最好是啊，刚刚是消失神秘红砖头。中间一格好像是焦炭炉，哎，中间会产生岩浆的是古风炉，不是焦炭炉。焦炭炉中间不会产生东西。焦炭炉是这样子，它会把橡木烧成木炭，其实它动作还蛮慢的。然后它烧成木炭之后，还会形成一点点的杂粉油。这个杂粉油是可以用来做铁刀必要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先打算用这个玻璃储存，把它储存起来。所以我其实没有确定它到底会自动流出来呢，还是需要引擎处理，所以就先看看吧。等它烧，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完成我们的水塔好了。水塔这个透明的部分是可以看到的，那我打算做到最高八层高，所以扣掉上下剩下六层，六是24，所以我要三个这样子的东西。需要15片铁，
铁板，这个铁板是滚压机这样子压出来的，然后滚压机是这台，我现在暂时放在这里，它要吃引擎的能量，所以我放一个史特林引擎，我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之后会拆掉。再来玻璃板，我记得是这样吧，太好了，没有记错。嗯，我好像数错了，真的我数错了，它需要比较多的在这边，多一片玻璃板困扰哎。那我的食物快吃完了，因为我有去地狱一趟，为了收集这五个烈焰感。那时候打烈焰使者耗掉很多东西，而且又死了一次。4、5、6、7、8，不是八个，六个，这样是六个吧？是，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部分盖完了，再来，我还需要9个墙壁，加上24个，33个墙。这样是8个，16个。24个，看来我还必须要多压一点。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摔倒？因为它就这么高啊，得让自己摔倒啊，就摔一下嘛，反正不会少一块肉。我还缺九个。把铁放进去干嘛？它可以烧铁哦，真的假的？那它的能源可以接受铁啊？那要等它压一下。这里还有，
先把它关掉了。那木炭就先放里面好了，应该不至于会烧吧。好，这样就绝对够了。我还有三个烈焰杆在房间的箱子里。我刚刚有看到你的烈焰杆放在你的工具跟装备那里。我不需要串联水槽，所以我不需要做一个阀，我就直接堆起来。这样它应该就变成水槽了吧？哇！我还相信它已经变成水槽了。需要一些砂岩导管。然后把它变成防水的。这个砂岩导管的用途就是它不会直接连到机器里面。因为我需要一定的高度。再进去，有成功了，它已经变成水槽，居然没有办法输入。为什么？难道他输入一定要那个阀吗？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输入一定要那个阀。因为它现在已经是水槽了，那就来做阀门吧。可是阀门是输出一体的，这样我是不是要做两个阀门，一个输出一体，一个输入一体啊？那就做，然后四个铁板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还原成铁板？好像只能染色哎，不能还原成铁板。那只好再压新的咯。
一次就可以做8个阀门，好多。在六个面上某一个地方换成水下阀门，阀门在接上管道，再接上卸装卸机或 BCRP 的管线来存取。一定要装阀门才可以。输出时底层会自动输出第二层要用引擎。了解。一定要做阀门，就来做铁栅栏跟控制杆。一堆蛋呢、啊！等我一下，我去把蛋丢掉。蛋占空间呢。跳不过去，为什么？然后阀门需要按钮嘛？来控制杆，我铁栅栏还没拿。做，好吧，记得我做啦，没有吗？我铁块用完了耶。我不用做那么多个，他做一个就有8个了，差一点做一堆，控制杆多做一个，那我希望这里可以有水流出来。可是它这样没有形成水塔了耶。你确定这样没有问题吗？为什么它这样没有形成水塔
么没有形成水塔呢？限定一定要放哪个位置吗？不然为什么没有形成水塔？我先把上面的换好。接上来，居然没了。感受到弓箭手在偷袭我。不管他。究竟能不能存水进去呢？笑哎、欸，把旁边的墙拆掉再盖一次。哦，这会不会太累啊？是没有行程。印象中，它好像核心是正中间，我把正中间拆掉再一次看看好了。还是不行。我干脆整个水塔拆掉重盖看看好了。
那我刚开始阀门的位置就要放好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把整个水塔拆掉了。透明的方块最后盖，我刚刚先盖呢，我刚刚第一次就有成功啦，只是它没有被我拆了一格之后，它的水塔功能就没了。没有办法哎！哎呀，你很烦，你这酷老头！啊！哦，我看到有个说，这个水塔的阀没有办法使用在边的部分。我这里是不是算边的部分，而不是算面的部分？这样我就没有办法让它自己流水出来，就一定要用引擎了。哟，它产生水槽了。
开始装水了。成功！奇怪，为什么老是会有东西在我手上？需要引擎动力，对不对？那我是有引擎啦。现在好像用完了，我这下面还有一点，我先三条不晓得够不够。钻石，如果说我用半砖叠两个，他这样会可以，他这样可以接受我是电线吗？可以的话，我还是希望它能够比较统一一点。可以耶，只是我线不够长。需要再做一些线，线的话会要用到红石，然后我也没有食物了。它最底层是透明的方块开始吃，可是最底层应该就是最下面啦，应该就是指整个水塔的下方，可以不需要。因为如果它可以不用引擎的话，早就出来了。我是回来做红丝线的嘛，红丝线，红丝线，我有点忘记了。红石灰铁一圈，然后拿去烧。饭煮好了。Thank you.
个是我刚刚拿来弄给人家看，做喷射背包。不过刚刚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 bug， 就是我喷射背包快速上升，结果我就被伺服器判定作弊，然后踢出去了，还蛮瞎的。这样吧，这个控制感是进料，这个控，哎，这个控制感是进料，这个控制感是进水。就是我设计是这样子，剩下这个应该可以在上面装。不小心把我的控制杆拆了。没电，这边少一格，难怪没电。哟，这样有电。能动吗？看起来是不坏，应该是需要在再接一条吧。好，我们上去看看会不会动。哟，动了。啊，关掉。水有顺利抽出来。奇怪，没水了。咦？哦，对，我那时候把这个拆掉，想说，为什么会要按我这么多个不赞呢？什么不是 OP 吗？到底要不要把线接上去呢？把线接上去感觉就很远，最起码要六十几个线。算了，让它涌动。出事再说。
这样子不行吗？还是要直接插在它上面。完了，红石火把我还不会用。这样呢？这样就可以。神秘耶，果然没有办法理解红石火把的逻辑。说现在没有那么多台引擎，先让一台运作就好。他迷恋上你了，不行，千鸟是我和熊人不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他不是按了我一大堆不赞吗？对，来看看这边怎么样？他烧出了2000多的杂分油，还没到一桶，他也没有做任何输出。那我到底要盖几台木引擎啊？水有上来吗？有，看起来还蛮慢的。你好，在前面一格放下，我觉得你延迟还蛮多的。其实我已经爬上来了耶。我要盖超多台木引擎，真的很瞎。而且我发现我忘记考虑到这个输出的问题。没关系，我再盖一台木引擎。活塞玻璃漏了齿轮，哇！少做一个，再一个。玻璃，啊，下次我教你红石火把逻辑好了，哈哈，好啊，可以啊。阿萨看那篇文章，焦炭炉好像没有说要用引擎抽出，好啊，你帮我找一下，反正引擎用的机会很大。那我这个部分先搁置。
这个装水量好大哦！它充满不知道要多久。那我们来盖焦炭炉好了，不对，焦炭炉、古风炉我们现在还不能盖，因为我没有灵魂沙，我找不到灵魂沙。我看有说在地狱随机，但是我找不到，所以我们今天最后完成一个锅炉，就到这边。燃烧室上的尺寸，3×2×3。两个板可以做一个。它要中空吗？不用。又要新的铁板。盖完这个，熊说他要玩小艾莉了。这个比较贵耶，这个比水塔贵很多耶，超贵耶。怎么如此的贵？但我的铁哪够？所以两片铁板才可以做一个。那我现在3×2的话，我要6个。12个是24片铁板。六嘛，它会自动分配耶，难怪我觉得我自己分配的时候它会怪怪的。开机，灵魂沙，你知道哪里有？真的、那你下次有机会再带我去。刷铁机，刷铁机哪有那么好盖？而且它不是刷铁机，它是一个村庄，会生产铁模像，然后掉下来。我记得有人说多久可以刷1000多个吧，超多。我那个暂时没有办法啦。我觉得先让工厂动工比较实在，最起码铁可以弄出不少。我在想，它是不是一个石引擎的能量不够啊？
会想想，对啊，好贵啊！它怎么不像水塔一次可以做八个？我原本认为水塔会很贵，就还好。我原本认为锅炉会很便宜，就很贵。所以我在做什么？我在做锅炉啊，我在做低压锅炉的方块啊。关机。应该没有算错啦，这算错就很亏了。我错了。而且我的铁整个不够，要补偿一组村民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把我的铁不够哎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好了，完成两个机器了，最起码没有什么都没完成，剩下的东西下次我准备好再来开台。现在来换最后生还者。